我们是六点钟起床的，想不到这边六点钟起床的时候拉开窗帘看，黑黑的，完全没有一点光，我还以为我起错床了。其实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因为一直在看表，那我的手机上面又没有把电话改过来，然后就一直在看大陆时间，我想啊，快五点多要起床，结果每次要起来的时候，后来想想都不对啊，应该是比较晚半晚一个小时，结果我就很早就起来在等时间，看来我是一个精力憔悴的人，所以刚才化完整个妆的时候一直在等。但是要打起精神来，今天是最后一天拍摄了。我们这次来说，其实尺度也挺大的，因为在以往的拍摄的片子当中，很多都是泳装啊，或者是比较多。但这次我们会带了一些唯美啊，或者等等的不同的角度上来借起来，所以整个感觉的状况会比较性感，而且尺度会比较大。但是大家合作到现在都非常的愉快。所以我相信今天能拍出更好的片子，那我们今天比较 focus 在 cover 上面，希望我们的 cover 能拍得很好看哦。好了，现在我要去吃一点早餐，等一下再见喽，拜拜。这个其实的光传过来，你不觉得这样好看吗？这边要我没有，我怎么会生气？你说你不用看。摄影师太敬业，你知道他鼻子怎么弄伤的吗？他就是为了给我拍照的时候，就前面有个栏杆不小心过去，咣撞到了，就把鼻子给撞伤。三级。好的。对我的太手表。相手はそれに映る想像に描く大地に輝き続けてるよ僕では全てあげたんだ無事に乗り越えしだろうか全て出した相手はそれに映る想像に描く大地に穿着皮皮衣，还有高跟鞋，还好现在比较早，没什么人，要不然的话，别人肯定以为我。再来一次哦。好，走大步一点，对，很好，对，这样子好。那你要表情，好，回来。哎，对，好，就这样子哦。好，小号滚蛋。好，是啊，我放了他就被扎了。好，那你在。哎，放开了。他的剧院了，不行了。对，好来。Cica。Cica。干嘛？你要上去补啊？为什么？要弄头发。鞋呢？我好不想起来了，我好想睡觉，好累啊！啊，我要玩。
吧。这期都长。来，把护照都给我。快点，快点。哎，我们现在要离开波萨莫伊了，今天天气还好哦，好舍不得哦。我们的飞机是下午4点钟的，现在已经快3点了，我们到达机场了。中午的时候在海滩上坐了一下，就觉得好不舍得，因为要离开。不过这一次也是满载而归，所以心里面还蛮开心的。希望我的鞋子能卖一点。